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951页啊，951页第二行看起。烦满胸中，这一句是经文，下面是念老的注解。会所曰：营火内烧，胸热心狂，邪态外溢。这一句也是经文。淫邪荡逸之态，流露于外也；费损家财，费是耗费，耗也；损是减也。是为非法，所为之事，不合法度，甚至干犯法律。所当求者而不肯为，不求自利，不务正业，不求处理，不知求福求慧求生净土。这是营业幕后几句请问，佛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着实卧苦啊，我们年轻时候看到这段经文，总以为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有一些地方啊，感觉到太过分了，啊，好像这里所写的，今天的社会让我们看到了佛说的住是这样苦。是这个世界，由于农药、化肥、改基因啊，现在连土地都不干净，
污染了啊，生产的粮食、蔬菜，这是我们每天不能缺少的。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感觉到，跟十年前、20年前相比，好像没有以前那一种啊，鲜味、美味没有了啊，甚至现在连空气都被污染了啊！我听说大陆许多地方严重的雾霾，那是什么？空中的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怎么办？啊，卧苦不说别的了，就是这些，我们还能受得了吗？多少人还有寿命？因为种种污染。早走了，这是做事卧苦到基础了啊！或者认为基础可能是核武战争啊，核武战争没有胜负，同归于尽。啊，不但是动物不能存在，连植物，甚至于包括细菌都不能存在，这多么可怕！这段经文有劝我们，有勉励我们的话。啊，烦满胸中。会所里头的解释，杀盗淫妄啊，这是讲到淫，第三段淫啊，淫火内燃，凶日行狂也啊，这是日本净宗大德。为我们解释的邪态啊、外邪，这都是连到淫邪荡逸之态，流露于外也。费神家财，耗费了、损失了你的财物，啊，视为非法，这是违背道德。违背法律的现在在这个社会中国外国到处你都可以看到啊，这是什么世界中国人的世界就算是满清末年、民国初年，社会确确实实是一个充满了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的社会。啊，我虽然没有能受到好的教育，但是在那个时候的社会，我们见过，啊，虽然很小，五六岁，祭祀了，啊，我们生长在农村，
农村尤其朴实，还是过去的老样子。啊，都市里面有污染了，农村还没有。可是二战之后，啊，日本人投降了，我回到家乡，家乡过去那种朴实的已经不见了，已经被污染了。啊，那么今天这个污染的程度，比起那个时候，60年前、六七十年前，增加多少倍？所以许许多多的自然灾害发生。自然灾害为什么这么多？啊，为什么发生？原因在哪里？我们要把它找到啊！啊，原因，真正的原因就是无量寿经里面这些段，从32品到37品所说的，啊，这6品经，要是多读读，多读几遍，在冷静观察这个事情。这个现前的社会，你会感到恐惧啊！这个社会还能住吗？不能住怎么办？释迦牟尼佛就是为这桩事情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实现，把事实真相为我们详细说明，然后告诉我们有去处。如果没有去处，我相信佛这些话他不会说。到哪里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本书特别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那个地方环境好，佛宝大，寿命长，阿弥陀佛无量寿，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个个都是无量寿，而且保证在那个地方一生圆满成佛。好啊！啊，所以我们要吃苦，要羡慕极乐世界的智慧的能相好啊，最难得的接受阿弥陀佛亲自教诲啊，所以这部经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啊，到底有多少次没人知道。那么从传到中国来
翻成中文的经本来看，大藏经里面有五种不同的版本都翻过来了，藏经目录里头有十二种译本，可惜有七种失传，现在留下的五种啊，根据古大德的判断，从这五种译本内容来看，不是释迦牟尼佛一次讲的，一次讲的翻译出来，尽管翻译的人不一样，时代不一样，但是肯定是大同小异。而事实上这五种译本里面细心观察，里头有很大的差别，就证明不是一次性。那么我听内蒙金教授告诉我，蒙古大藏经里面无量寿经有十几种的译本啊，他那里比我多，我是希望他统统把它翻成汉文给我们做个参考。我们就能想到佛为什么这么多次的宣讲，为什么？这是佛的大慈悲心呢，希望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永远离苦，六道轮回苦啊，究竟苦啊，永远离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永远享乐，那个地方没有苦啊。所以幕后念老这几句话，就是释迦牟尼佛对我们所说的啊，我们要求自立，我们要求正业，我们要求福、求慧、求生净土，这是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真正的功德了，真实功德。那只有一个愿望，帮助我们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圆满成就之后，是成佛了。成佛肯定你会像阿弥陀佛一样帮助遍法界虚空界还有许许多多的众生在十法界在六道轮回苦不堪言啊，你会发现像世尊像弥陀一样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戒引这些众生往生极乐世界。这是佛的愿望，菩萨的愿望，圣贤的愿望。我们这一生当中有机会遇到了，无比的幸运啊，真正像开经记所说的
百千万劫难遭遇，前面跟诸位报告过，真难的。啊，六道轮回，一般时间最长的在三恶道，三道轮回，出生、魔鬼、地狱。啊，从三道轮回里头得人道，得人生。机会很少啊，少到什么程度？佛告诉我们，三途一堕，五千劫啊，就算是小劫，都太可怕了，五千劫。才可能有一个机会，你到人道来啊！到人道，你才能闻佛法，你才能修行，你才能出离六道轮回。所以，这个机会我们遇到了，明白了，不能错过，要下定决心。我这一生当中，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永远脱离六道轮回。那从哪里做起呢？这部经是说明书。啊，是为我们细心分析两途境遇不同，我们自己自然就会选择了。选择之后，这个法门真的超过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叫难行道啊！难在哪里？难在断烦恼。断烦恼不容易啊！啊，出轮回啊！这个法门跟八万四千法门相比，它是易行道，很容易修成，人人都能修成，而且保证我们往生。无量寿经就是保证书。你只要依教修行，你只要不违背，保证你往生。句句话都重要，要认真努力。教我们放下的就放下，教我们提起的应当提起。啊，讲到最后，信愿持名就能往生啊！相信真有极乐世界，一点怀疑都没有。佛没有妄语，世间善人都不肯欺骗众生，都没有妄语，何况诸佛如来，怎么可能有妄语？啊，对佛菩萨信心不足，半信半疑，那是业障啊，那就是罪啊。啊，真正希望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愿心非常恳切啊，真心切愿往生极乐世界，条件就具备了。临命终时，
一念生念都能往生，这是阿弥陀佛第十八愿的四十八愿第十八愿。怎么会是假的？哪有这种道理？啊，往生就这么简单，信愿。啊，念佛功夫前身，那是关系到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品位高下不同。啊，师徒真的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也是办了个学校啊，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有研究所，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啊，释迦牟尼佛完成这四种教学，阿含、方等、般若、法华，用这个经来做代表。我们学个比喻说，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阿含是小学，方等是中学，般若是大学，法华是研究所。释迦牟尼佛用了49年教学，帮助菩萨成佛。大学是菩萨，中小学是阿罗汉，啊，研究所是西方极乐世界长期光净土，那里的什么人住？诸佛如来。你毕业了，最高的学位了，佛陀成佛了。所以极乐世界有四徒，长吉光净土是博士，我们用这个做比喻都清楚。十报土啊，十报庄严土是菩萨，方便有余土是阿罗汉，最下面凡圣同居土。释迦佛在我们这个世界49年完成，在极乐世界这四徒三辈九品啊，每一徒都有上中下三辈，都有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到下下品九品，这就好像插班，有能力插班，到极乐世界就提高了，你的学习地位提升了。有人问我，法师，你求往生，求往生，你希望哪一个品位你就满意了？我告诉大家，我学莲池大师、偶业大师这两位祖师，在著作里头我们看到有人问过他啊，两位祖师都是同一个答案，我只要同
居土下下品往生就满足了。我听了这句话很得受用。你要问我，我跟两位祖师一样，我也只要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满足了。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无量寿哦，真无量寿，不是假无量寿哦。无量的寿命在西方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亲自加持啊，经常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描绘得很清楚，凡是先生到极乐世界，那你阿弥陀佛教你都是个别教学，谁教你？阿弥陀佛亲自教你，行吗？行，阿弥陀佛的化身，应化身，他有能力，有多少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他就能现多少身，一个身带一个学生，从同居土保送你到长吉光，到长吉光就圆满成佛了。这个好事到哪里去找啊？这不是全世界，全世界好像很大，如果我们到太空当中去看到地球是很小的一个小星球啊，比地球大的大百倍的千倍的万倍的不知道有多少。这个世界没边际，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哪里来的？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从自性变现出来的。谁的自性？自性只有一个，没有两个。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大家都知道，没有人怀疑，大家都承认，这就不是假的。啊，见性之后，五祖忍和尚半夜三更照见，考考他，给他印证。啊，见性了，说说看，见性什么样子？啊，他的报告，也就是他的毕业论文，五句话，多简单啊！这是拿波斯学位啊，成佛啊，不是普通学位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第一句啊，第二句。何其自性本不生灭，这个何其用现在话说，没想到自性本自清净，自性本不生灭，自性
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整个宇宙，具足一切法，具足万法。啊，所以求法，法不在外，在内，在自性。所以佛法的教学，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就毕业了。得什么学位？佛陀。啊，自性就是自己，自性是真正的我，真正的自己。啊，自性是一，不是二，没有两个自性。一切诸佛跟我同一个自性，是我自性现的。一切万法、一切世界、一切众生，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不现的时候，本自具足；现的时候，就是整个宇宙。啊，在佛法讲，法界虚空界，变法界虚空界。这个里头的意思重要啊！啊，自性是什么样子？后头一句，本无动摇。啊，从来没动过，从来没摇晃过，如如不动，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幕后一句，非常重要。能生万法，自信。前面四句，我们姑且这样说吧，是佛法的哲学。最后这一句，能生万法，是佛法的科学。佛法用今天的讲法，哲学跟科学都是达到登峰造极。方东门先生肯定佛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我相信再过个一二三十年，很快科学家承认，量子力学家啊，大乘佛法、大乘经典是量子科学的最高峰，能生万法。为什么？自性没有边际，大而无外，所以法相没有边际。啊，自性。没有方所，也就是说，它没有一定的空间，时间跟空间它没有，所以现实环境里头，这个大而无外的太空，太空也没有时空，啊。找时间空间没有，没这种现象。学佛终极的目标叫我回归自信，把自信找出来，然后变法界虚空界游戏神通，想现就现，不想现就不现。啊，不想现就长寂光，常不生不灭，即清净无为，光一片光明，里面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念头的现象，心理现象。啊，心法跟色法都不存在，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会现？起心动念就行，
为什么不现？不起心不动念就不现。啊，那么在此地，我们要把这桩事情讲清楚。我们反复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体接触，第六意识起心动念，六根缘六尘境界。原来怎么样呢？妄想、分别、执着同时起来，这叫六道反复。阿罗汉比我们强，阿罗汉起心动念分别不执着，所以我们明白了，不执着是阿罗汉。比阿罗汉高明的不但不执着，分别也没有，不分别的是菩萨。那不起心不动念的成佛了，住常寂光啊。所以极乐世界有这四种净土，常寂光净土是不起心不动念佛住的，十报庄严土是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的，他们住的，菩萨住的。方便有余土是阿罗汉辟支佛住的地方，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都有，叫六道反复。他住哪里？他住六道轮回，住六道。这不搞清楚，你没法子学佛，你对佛门都没摸到啊！一定要把这搞清楚，修行在哪里修？明白了，就修什么？修不知足，就我们现在要修。修不知足啊！我看清楚，听清楚了，我都明白了。不执着什么，别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执着。为什么别放在心上？因为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个宇宙是什么？是一场梦。我们梦醒了。晚上睡觉做梦，梦醒了，梦中境界什么都不见啊。同样一个道理，我们现在在做梦，在六道轮回里做梦，在十法界里做梦，哎，这个梦里头你要不执着，你就超越六道的梦啊。如果道不分别不执着，道不执着，十法界没有了。四圣法界是六道上面有声闻缘觉菩萨佛都没有了，所以佛也不是真的，是个名词而已。啊，真有吗？真有。真有是什么佛？应化身佛。我们能看到化身佛，我们看不到。不但我们看不到，化身菩萨也看不到。那是常寂光啊！总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然后我们才真正知道求福、求慧、求生净土。
啊，佛是什么？大自在呀、啊！啊，智慧神通大自在，这是佛宝。啊，慧是智慧，智慧是通达明了，遍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你全明白了，全知道了。为什么会知道？因为你本来知道，本来智慧嘛。啊，慧能大师说的，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福报，无量才艺，无量寿命，样样都无量。所以成佛应当的，本来成佛，因为你本来是佛，成佛却是很自然的事情。啊，为什么要在六道里的受这么多苦？眼见色，耳闻声，都起心动念。啊，都这个想得到，那个想拥有。晚上睡觉做梦，哪一样是你的？啊，睡得很熟，人家把你抬走了，你都不晓得，什么是你的？没有一样啊！啊，变法界、虚空界真的是个梦啊！佛在《金刚经》上有一首偈，幕后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生灭法，有生有灭，这叫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说得好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三界、色界、无色界、欲界，这一切法是一场梦。你没有出轮回，不知道。阿罗汉超越了，仙了，最成罗汉啊，成皮之福啊，他在提升，那就是修行学菩萨了，小乘进入大乘，菩萨有41个等级。前面30个等级叫全教菩萨，比阿罗汉高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我们都知道有30个位置在方便土，明心见性。破一品无明，正一分自信，无明41品。前面30品无明破了，登地啊，登地破根本无明，就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断干净了，就成佛了啊！所以佛是怎么成？是从得定成的。慧能大师说得好，第四句说：“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自信真心什么样子？没有起心，没有动念，就是自信。他就是这个样。
啊，他要是动摇了，就能生万法；他不动摇了，万法就没有了。什么时候会让他动摇？等觉菩萨入的那个大定，他不懂，等觉菩萨成佛，十地菩萨他动摇了。十八庄严土现前，就能生万法，能生十八庄严土。他不会生有余土，不会生同居土。啊，这个理、事实真相都搞清楚，就好办了。知道怎么用功啊？啊，用功就是修定。啊，我们读经，读经是对知识分子。修定有84000种，84000法门，84000种不同的方法修定，方法不一样，成就是平等的，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说哪个法门比哪个法门高，没这个道理，讲不通。说哪个法门比这个法门容易修，这个有。啊，修成都一样，没有两样。菩萨道，应界得定，应定开慧。戒，要不要戒在身上？要，初学的要。初学要样样都要守规矩。啊，老修的就不要了。为什么？那是样子，形象。佛法重实质，不重现象。真干的啊，就是刚才提示诸位的，眼见色不动心，动心怎么办？动心的不分别。分别怎么办？不执着，不执着是阿罗汉，不分别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是佛。练这个功啊，这真功夫啊，重实质，不重这些现象。这个方法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那么重在外面的仪表仪规，这对初学人讲，所以小乘重形象，啊，大乘重实质，实质不容现象，大乘比小乘就开放多了。为什么？小乘人他有分别，他有执着。啊，大乘菩萨他没有分别了，他还有起心动念，所以他没有能证得究竟，
到不起心不动念，就究竟圆满。八万四千法门，方法这叫基本功啊，必须认识清楚啊。佛是谁？佛是自己。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但人是佛，天人是佛，阿修罗是佛，畜生是佛，连植物、花草树木是佛，山河大地是佛，啊，一粒微尘也是佛。佛是什么？佛就是自性。所有讲的通通是自性变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然后我们就恍然大悟，佛菩萨为什么那么慈悲，救度一切众生？原来众生跟佛是一体，爱不爱自己？爱自己，都是自己变的，你爱不爱？大爱啊，真爱啊，是从自信里头流出的这个爱啊，没有变质啊。比其他宗教讲的上帝的爱、神圣的爱还要讲得究竟，讲得圆满啊！为什么一体？帮助人开悟，就是帮助我自己开悟。这是什么心量？这是自性本来的心量。自性就是真心，真心就是自信，所以学佛没别的。用真心不用妄心，就是菩萨。佛经懂不懂没关系，佛经千经万论都是叫你用真心，不用妄心。用妄心就造业，有善有恶，善业感善善道，恶业感善恶道，都叫迷啊，都没觉悟啊。真正觉悟了，迷善恶了不可得。为什么？真心里头没有对立的，善恶是对立的。啊，祸福是对立的，生死是对立的，自性里头没有对立。对立从哪来？从起心动念来，从分别执着来的。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执着，全来了。啊，只有佛菩萨不起心不动念，不造业了。阿罗汉还造，亲他有分别，菩萨没分别啊，菩萨不造业啊。到地狱去度众生，现地狱身，要现同类身，不现同类身没办法教他啊。度畜生要现畜生身啊，你度了些恶鬼要现恶鬼身，不现同类身你没办法教他。所以菩萨分身化身，
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要这菩萨什么相，佛什么相，没相。阿罗汉有相，菩萨没相，能现一切相。这叫大自在。这是福啊！啊，我们能善用这种心，在日常生活当中，知道一切众生跟我一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跟我也是一体，一体就很容易得到诸佛菩萨加持。因你未障碍，你要有我、有他、有你，就有障碍。障碍对加持来，就加不上。啊，没有特殊的功德缘分，加不上。啊，你自己把障碍撤除了，自然就加上，不费力气就加上。底下一段经文是讲傻道隐，隐它隐跟傻有关联，它能够引起杀人杀生的动机。啊，不说别的，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堕胎。是不是杀？杀谁？杀自己亲生儿女。他到你家来做你儿子。佛经上讲四种缘，没有四种缘不到你家来。这四种缘是什么？第一个是报恩的，第二个是报怨的，报恩报怨。第三个是讨债的，第四个是还债的。啊，他是报恩，你把他杀了，恩变成仇，下一次再来报仇，麻烦他了。报仇的时候太杀你呀、啊。如果是来还债的，好啊，他赚钱给你花了，他还债、啊，他对父母没有孝顺心。但是会供养，啊，供养不去，哎，他欠你多，他还你多；欠你少，他还你少。还债的来了，你把他杀掉了，债没有了，加上仇了。啊，讨债的来了，不但你没有还他，你还杀他，来生的时候。这个怨结的更重啊，不但要钱还要你命啊，世间法总离不开因果报应，所以起心动念马上要停一停，想一想这个念头会感什么样的因果，恶念自然就不起，不会起来了。啊，杀盗淫妄是恶业，对个人带给很多灾难疾病，啊，对社会，对山河大地都会引发地震、海啸、旱灾、水灾啊，种种灾难都是众生业力感召的。这个道理要不搞清楚，
永远这个结解不开。这个麻烦生生世世，没完没了，报不尽的，越报越严重。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要靠教育。啊，中国古圣先贤懂得，我学佛之后，想到我们中国老祖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都是成佛再来的。他们要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做佛陀；释迦牟尼佛要生在中国，中国人叫他圣人，称呼名称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他们是同一个阶梯阶层的人。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生在不是同时代，也不生在一个地区，为什么教给我们的？他自己身行言教慧根大乘佛菩萨相同，这证明上一体啊，相同啊。所以宗教可以团结，由团结的理论做依据，由团结统一的方法，并不困难啊。我们在国外跟宗教关系处得非常好，宗教是教育，中国人讲圣贤教育，印度人讲佛陀教育，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那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时间长，讲得多，讲得详细。啊，圣贤们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这么长时间的很少。啊，我们看一般宗教的创始人，都是大神大贤，都是值得人尊敬。啊，有这些地方，让我们又体会了一桩事情，这个世界上教学确实有无师自通。为什么？中国人所说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就是无师自通。你看这个书从头到尾念上1000遍，意思不要问人，自己明白了，自通。啊，再念1000遍，你的通的能力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大。啊，所以1000遍，其义自见，小悟啊；2000遍，大悟啊；3000遍，大彻大悟啊。这就是无师自通。真有啊！我这有几个同学，听到我讲这些话，他们就真干。
有几个念满三千遍的来告诉我，真的不是假的。三千遍念完了，再看古人的注解，很容易，一点都不难。啊，没有念之前，看古人注解看不懂，啊，一千遍就能看懂，两千遍、三千遍就能深入。啊，有人念六千遍，还有一个同学念两万遍，无量寿经念两万遍，就是这个份。啊，我最近要把他找来，找来干什么？叫他讲一遍给我听听。啊，证明古圣先贤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勉励人，是事实真相。啊，所以文化会不会断灭？有可能。但是明白这个道理的话，虽然断灭了，还有再醒过来的希望。啊，我们不希望它毁灭。啊，这个是能够叫传统文化再醒过来。在这个地球上还能发挥作用。我们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何交接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这个一段经文，是不是说的现代社会？古时候这种情形，东西方都有，比较起来灾难小一点，灾难的程度轻一点，在中国。为什么？中国人有古圣先贤的教育，讲得很透彻，而且从小教，啊，着重扎根教育。虽比外国人轻，造的罪业也轻。啊，外国人跟中国人比，他喜欢杀人。他没有把这个因果报应放在心上，可能连这个还不懂。啊，早年间受过宗教教育。还好一点，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证明没有上帝，没有神啊，所以不上教堂了，不做礼拜了啊，许多教堂都在变卖。我早年到美国，我们就买教堂，那他为什么要卖？没人去了，那西方现在这种情形很普遍，
对今天社会这不安定，人心浮躁啊，造作恶业的人越来越多，毫无忌惮啊，都是因为没有鬼神，没有上帝，人死了，一切都完了，他在胆大妄为啊！如果要晓得因果报应是事实，真有，他就不敢了，多少会收敛一些。是中国古时候教育，圣贤教育里头融汇了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这个教育才圆满呢。啊，现在的学校教育没有伦理，没有道德，没有因果。受高等教育，受教育多的人，造的罪业更多，更可怕。这个事情怎么办？我在国际上遇到很多国家领导人，问过我这些问题，啊，我用英国汤恩比博士的话来回答他。我们自己说法没有，他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啊，分量不够啊，啊，他们也比大家没话说，大家公认啊，这是个历史哲学家啊，他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里，这五千年历史，这中国记载最完整，人类历史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明是从宗教延伸出来的，没有宗教的文明不可能延续三百年，也就是三百年之前没有了。地球上曾经出现20多种文明，现在只剩下一个了，中国的。啊，中国的文明讲的有道理啊，宗教延伸，中国有3个宗教，儒释道，儒道是我们自己本有的啊，这个佛教是汉朝时候传过来，也有2000年，所以它有3个根呢，中国有3个根呢，啊，另外还有一个根，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唐太宗那个时候传来的，唐太宗在世，啊，总护法了，他护持佛教，也护持基督教、天主教跟伊斯兰教。都是在那个时候传到中国的，唐太宗平等对待，
啊，所以中国文明跟其他的不一样啊，外国也可以宗教，所以文明容易消失啊。那我们现在也看到我们的文明有了危机啊，危机是什么？我们不认识中国字，不懂中国文，中国文是文言文，中国字是汉字，汉字怎么来的？历史渊源，知道人不多了，在中国称为文字学。中国文字是一门学问，我们现在要找懂得汉字、懂得文言文的老师来教学生，现在还可以找到几个，都是七老八十，十年之后这几个人大概不到十个人，他们走了怎么办？没人教了，这就变成绝学了啊。如果没人教没人学了，四库全书等于废纸一堆啊。这部书乾隆皇帝做的功德，他在历史上了不起的就是把中国图书做了国家的力量做了一次整理，好东西统统入库保留啊，不好的东西都不要。标准就用孔老夫子《论语》里头一句话：“思无邪。”哎，你读他东西不会有邪恶的观念起来，不会有这种念头起来，思无邪啊。邪是什么？杀盗淫妄啊，凡是能够引起邪知邪见统统不要，入四库的正知正见，今天的话说正能量啊，负能量的不要啊。剔除的那些书分量差不多跟全书相等啊，就是一半剔除了，一半保存在四库，真正是国宝。那为什么是国宝？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希望一生都能享受快乐幸福的生活？要不要？要，人人都是要，中国人外国人都是要。能不能得到？能。怎么能？四库里头有理论有方法，你能得到，这叫宝啊。金银财宝不行啊，那个不能作用啊。啊，那个还有危险。啊，还有人有意来夺取来抢劫啊，带来的灾祸。啊，老祖宗的教诲好啊，教的什么？五伦、五常、四维、八德，那个教这些东西真好啊。啊，要不要家庭和睦美满？要。事业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顺利成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好不好？通通在四库里头，只要你在四库里面去找，都能找到。啊，唐太宗找到了，
唐太宗27岁做皇帝，不知道怎么治国。他很聪明，下令给他几个大臣，成立一个小组，古书里头去找，从三皇五帝到前面这一代晋，东晋，到晋朝，经史子这三个部分里头，有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文字，通通抄出来给他看。就这部书，一共50卷，50万字。造成大唐盛世，唐帝国怎么来的呀？那么这部书实在讲很不幸，唐朝亡国之后就失踪失传了。唐朝时候没有印刷书，书都是手写的，印刷书宋朝发明，所以那是手写的，到哪里去了？被日本人带走了。隋唐时代，日本、韩国、越南，在中国留学的学生非常多。这三个国家没有文明，没有文化，都是学中国的。所以，汤恩比把他认为，远东的文化，中国是主。他还有三个问心。日本、韩国、越南，这四个要是统一起来，它就影响全世界。说的有道理啊！这三个国家不必多，是这汤恩比说的话真的不是假的。你到你们自己国家查，找古书，100年前的书全是中国字，全是文言文。没有他的文字。日本比较早一点，但是文言文占2/3。他们改造的文字少数。越是古籍的时候，通通是汉文。你看，我们从日本带来的这部书，就是《群儒之要》，全是没有一个文，有日文的文字。韩国给我们历史最久，3000年，因为他只一路隔一路鸭绿江，很容易过来。日本各个海峡跟我们往来，越南也是的，2500年，孔子那个时代，这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的学生，他的文化文明从中国传过去的，而保守的非常好。韩国跟日本保持的非常好，特别农村。我在日本喜欢住农村，农村住小店，小客栈，就像回到唐宋以前的时代，很有味道。历史不能忘记，历史要把它找回来。兄弟之国结成四国同盟，文化统一全世界。这不是用军事，不是用政治，不用科技，也不用经济贸易，文化自然统一，都读中国书。所以我们还有一个急需要赶快办的，那就是
群书之要要修续集，因为隋、唐、宋、元、明清这个六朝里头有很多好东西，我们还要重新把它编个续篇，分量体力跟前面一样，将来正续两篇，100卷，100万字，你读了这100万字，把中国四库全书全读到了。啊，能读全书的人不可能，但是读这100万字是非常有可能。老百姓用这个支架了，起家了，啊，国家用这个治国，啊，各级干部首长读这个书，治国，他就有能力治国。平天下是平等对待全世界每个国家族群，就是今天讲的外交。这个世界多美好啊！这个世界是中国人营造出来，中国人5000年的理想，过去在夏商周做到过。夏商周的统一是文化统一啊，不是政治统一啊。我们将来这个地球，用中国文化来传播的话，统一是世界大同。外国科学技术的那是世界末路。啊，科学技术发展到最后，整个世界灭亡。我们愿意走哪一条路？啊，现在咱不问中国人，问外国人，你是希望集体自杀，还是希望世界大同？个个都想世界大同。那想世界大同，现在你就学群书之要。啊，我们现在群书之要有8种不同的语文翻译本。啊，我们在联合国办活动，把这些书分发给每个国家地区代表驻联合国的事情，送给他看。我们看看大家的反应，没有一个不赞美，没有一个不欢喜，没有一个反对的，个个都说好。啊，还有一些国家退休的领导人，看了之后都觉得，哎，我看到太晚了，如果我在位的时候我看到多好啊，就会少做很多错误的决定。对他们说，这才叫宝啊，珍珠玛瑙那个不稀奇，我不要，我从来不收这个东西啊，人家送给我的时候转手就送别人啊，四库是宝啊，所以我跟诸位说过，我认识什么是宝啊。四库出书只印了300套，我买了112套啊，会要出书大概不到500套，我买了300多套，买来干什么？赠送给全世界著名的大学图书馆，赠送给各个国家图书馆。什么意思？不会失传了，世界再有灾难，大灾难啊，总会留几部给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保存，
不能让它失传。啊，现在我又看到了，如果没有人会念，那这个心就白操了。所以我要办汉学院，办汉学院这个很单纯的目标，培养一批年轻人，有能力认识汉字，懂得文言文，看得懂四库全书。啊，再希望他们能编一部续篇，全书之要续篇。啊，这个全书之要之宝好。是四库的精华，精华当中的精华，太宝贵了。啊，你有这套书的时候，天天就读它，你在这上无论干哪一个行业，都出人头地，都是这个行业的领导人。那用在家庭，家庭和睦；用在个人。健康长寿都是你所需要的啊，财是怎么发的他会告诉你啊，施财就发财，施法就聪明智慧，施无畏就健康长寿啊，施无畏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希望我自己一生没有冤亲债主啊，没有对立的人，没有对立的事，没有对立的物，跟人事物都不对立，我这个日子都好过，都幸福，都快乐啊。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啊，我不上他的当，不受他的影响啊，他回报我，我赞叹他啊。为什么赞叹他？他来考我，我通过了啊，看我生不生气，看我放不放在心上。我不生气，不放在心上，通过了，问题都解决了。小是个人问题，大是社会问题，再扩大是世界问题，通通都能解决。所以今天特别是这一段一共有六篇啊，完全讲的是现代的世界，不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哪有这么多恐华的事情啊？这个是讲的今天的社会，那是确实没错，佛讲的很周到。啊，我们再接着看华严祖老居士的注解，又和交界聚会，这个交界聚会就太多了，啊，举不胜举，啊，大家在一起，无论是大会、小会、娱乐。啊，娱乐方面的比较多。啊，经言疏语，交界区以下都说明造恶果，为淫造作、杀盗等事，是些果也。音乐会、茶话会、舞会。舞蹈啊，这些东西每一天都在表演啊，喜欢到这些场所里面去参与的人
在家里看电视的人更多。啊，他表演的跟孔夫子立下的标准完全相违背。啊，孔子叫人欢乐场合当中要思无邪，不能让人引发人的不正常的念头、不好的念头。今天是唯恐你没有不好念头，变成正常了，这个可怕。啊，孔老夫子要站旁边了，没人相信了，认为那是不正常了。啊，如果想真正相信因果报应，警觉性就高了。这种不正常的意念，杀盗淫妄，啊，这个念头是常常能看在眼睛里，听在耳朵里的，他会动心。啊，在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他就发作，真的杀人放火。啊，在学校，连学生都开枪把同学打死，杀老师，杀同学，在家里甚至杀父母，越来越多。啊，为什么会有？教的。啊，如何对付这个事情？加强宗教教育。首先，要认识宗教教育。什么叫宗教？大家都误会。今天提到宗教，就跟迷信挂钩，冤枉啊！啊，中国的宗跟教，就看出中国老祖宗的智慧。啊，他用这两个字来做名称。啊，宗什么意思？宗有三个意思。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重的。这看自己查字典查到。啊，尊重、崇高，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那这两个字连起来。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这有什么不好？这是中国人对宗教的秘密。真的是主要的教育啊！啊，落实在哪里？落实在伦理。落实在道德。落实在因果。因果是真。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要灾难。啊，这是夫子在《易经》里头说的两句话。我相信这两句话是真话，不是假话。啊，所以今天社会动乱，许多在外国的朋友，我遇到了，都问我，人性坏了。世界乱了，到哪里去比较平安？我就告诉回中国。他说为什么？我说中国，你去读历史，
五千年来历代的老祖宗都是断卧修善积功累德，这个族群的儿女不会绝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全世界只有中国老祖宗积德，不积德是民国以后这一百年，一百年前的老祖宗，民国初年的老祖宗父母都是积德。我说我凭这句话讲的，我相信这句话，这句话讲得不错。我们要懂得，要明白了啊！遇到灾难怎么化解？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谁说的？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上说。你相不相信？你要相信，这两句话是超越时空、超越时间啊！一万年之前，一万年之后不变，超越空间啊！整个宇宙最好的话是什么？就这两句话。没有比这两句更好的。念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的心，是阿弥陀佛的愿，是阿弥陀佛的心。念观音菩萨是观音菩萨的慈悲，是观音菩萨的心，是观音菩萨的行。真能消灾免难啊！相信的人有福报了，做榜样的人，来福寺的海鲜老和尚，你看他老人家一生，20岁出家，农民，不认识字，没有上过学，啊，农民。师父给他剃度，只教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又嘱咐他明白了，不能说，不能乱说。啊，海贤老和尚的好处就是老实、听话、真干。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他走的时候112岁啊，20岁开始念，念了92年，做出榜样给我们看，知道了，明白了，什么明白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真做到了。师父教他不能说，他一生听话不说啊，这一句佛号能念到功夫成片，第一个阶段有把握往生，再提升事业心不乱，再提升理业心不乱。理性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真到这个阶段啊，什么时候到的？我看亲近他老人家这些弟子写的这些报告，我看过，也看过他的录像，我估计他的理业心不乱应该在40岁左右，
他的功夫得力，确实，老祖宗这两句话，他是100%的做到了，就是一门深入，长时学习，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他不是读书，他就是念佛，一句一句顶一句，不间断。一天不会少过10万声佛号，一天啊，阿弥陀佛不会少过10万声，念一辈子。啊，见阿弥陀佛，我估计他绝对不止10次，10次以上。啊，西方极乐世界，他亲眼看见。啊，阿弥陀佛多次见面，向佛要求接他往生。啊，佛鼓励他，劝他。多住几年，你修得很好，给学佛人做个好样子，特别是给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做个好榜样。他听话啊，大概阿弥陀佛跟他有约定，有用。什么时候你看到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就这个书。啊，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来接他往生，所以他天天等，每天都盼望着听着他。那么在我们想象当中，不可能，谁上书？大家都知道他不认识字，不认识字送的书，那不是挖苦他。所以我们就不相信会有人带书给他看。啊，没有想到2013年真有一个人一月去看他，就带这一本书。啊，他看到非常惊讶，就问这什么书。人家把书名告诉他，老和尚非常喜欢，赶紧到疗房穿袍大衣，啊，整整齐齐出来，拿着这本书，请人给他照相。啊，这张照片照了，第三天走了，没告诉人。啊，他只是说，我快要走了，快要走了。没有说哪一天啊，有人想送他往生，助他念佛，他告诉他不必送，那个助念靠不住，不可靠，我自己念佛自己往生，真的自己念佛自己往生，做出榜样给我们看。所以要想消灾免难，念观世音菩萨，念阿弥陀佛，两个念也行，专念一个也行，就能化解灾难，啊，就能帮助你平平安安，啊，一生幸福快乐。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